我不喜欢人家带我，我想要，就是我做什么决定，就是我当下想要干嘛就干嘛。我觉得能力跟幼稚是两回事，幼稚是个性，能力是能力。哦，就是很有个性，但是幼稚，但是幼稚，对，有能力，然后有能力，自由，然后赚大钱，然后有私人飞机。然后随时随地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玩，对不对？这样 OK 了吧？可以吧？好难哦，不用有钱。欢迎凯清，哎，嗨，凯清你好，请自我介绍。哎，你是也晕晕的？你是资讯工程师，对？那你主要是营运管理吗？我之前是在做资料分析师，然后后来就是做一阵子之后，然后就当就是管理阶层。哦，那这边讲说你得了第一名是什么第一名？台大的举办一个比赛，然后它是就是区块链偏金融方面的一个城市的竞赛这样子。嗯，城市的竞赛。OK， 我们来看看他其他的照片。哎，哎呦，这个好，小清新哦 ，QQ， 阳台死了，可爱可爱，哎呦，小肉相间哦，哎呦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个哦，高材生这样子，嗯。哎呦，这个是这个，哎呦，这个这套泳装在哪里买的？这个泳装，那是厂商赞助的。哎呦，对，然后我去菲律宾玩，菲律宾，菲律宾，你要常穿这一套，这套泳装很适合你。嗯，所以你也敢晒太阳？敢啊，很喜欢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人去菲律宾流浪，就是我一个人去，然后去八天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书念成这样，大概个性就会很保守。很守旧，对你反而不会。对啊，你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？我喜欢看电影跟去旅行。跟旅行？对啊，因为像我一个人去流浪的那时候啊，然后我就没有任何计划这样子，然后我去到那当地的时候，我就那时候错过一个飞机，然后我原本预定早上到，就下午才到，那我到那边没有任何计划，然后到那边就有一个当地人带我，然后他到那八天就是他就是。带我到一个很偏远的海岛，然后就随便到任何地方。你相信他？对，好危险哦！你这个很危险的，你这是用运气在旅行，不行。对，因为那是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很偏远。对，然后那边好像就是在当地玩沙这样。你那天如果遇到像张立东这种，那一定是安全的。你就会想回台北了。是安全的，但是得体。但那边人还蛮友善。友善就好。那你最好给你很喜欢旅游，你最想要去的旅游的国家是哪里？最想要，我想要去埃及。埃及，原因是很喜欢冒险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想要就是旁边人都讲我听不懂的话，容易失声嘛。然后我想要就是说我可以自己用我的直觉去判断很多事。那我跟你讲，你去肯亚大草原，那绝对没有人听得懂。对啊，都是动物贼。对啊。然后你最后听到的声音就是。被啃食的声音，咔咔咔咔咔咔。你会想去非洲吗？想啊。会想去北极吗？北极有点太冷，因为我会过敏。哦。对。有蛮有自己的，蛮有分寸的，分寸。对。你的旅行都是很特别的国家。嗯。你要非常小心。你都是看凭感觉。你今年几岁？25。你25啊？那你不像哎。你旅行都是一个人。我以为他才20岁而已。旅行都是一个人吗？对，喜欢一个人。就其实有些女孩不喜欢人家带我，我想要，就是我做什么决定，就是我当下想要干嘛就干。你说了算。那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也是像你一样，就是很自由的人，不计划这样跟着你去这样。哎，还没有遇到这种人。哦，对，但他都是很谨慎。是谨慎。我就很讨厌，就是大家都有计划，就是说，那我现在可能遇到这情况要干嘛，我就很讨厌这样子。我喜欢就是当下看。哦，我喜欢。很幼稚，很幼稚的。哎呦，那女生来对这边，来在那边尿尿，心智年龄差不多，那是欠揍，不是幼稚啊。那你喜欢比较幼稚一点，就是比较有童心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就很自以为是，然后觉得自己很聪明那种。我喜欢就是一直在讲一些屁话的人。哦，那现在没有人追你吗？就是一直都有，一直都有。对，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有自己的意思。将来结婚那个男朋友要很幼稚。对，然后那家里谁管呢？你管还是他管？因为我是一个控制狂，所以可能是我又一个，又欠一件，又欠一件。好，那个恭喜你，希望你找到一个幼稚，然后无主见、无计划。行为能力有，要聪明。我觉得能力跟幼稚是两回事，幼稚是个性，能力是能力。哦，就是很有个性。但是幼稚，幼稚对，有能力，然后有能力，自由，然后赚大钱，
然后有私人飞机，然后随时随地可以带去世界各地玩，打出国就行，这样 OK 了吧？可以吧？好难哦，不用有钱，不用有钱，但是要有私人飞机，很穷。我没有钱啊，我爸有钱，只有飞机。跟你开玩笑。男人的部分的话，可能就是，譬如说，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对他不好的，要是保护他，我希望他受伤的这种心态，如果是他想做的是他的生活，我会尊重他的决定。脑筋动得很快的，然后就是有点鬼灵精怪的类型，我就觉得很容易会让我觉得很好玩，相处起来很开心。我觉得女生楚楚可怜也没有不对啊，在剧中的这个角色就是他有一点黑色幽默，好像放大一般女主角会呈现的状态。我如果自己剧中角色来讲的话，楚楚就有点 too much。我觉得小恩蛮可爱的。糖衣的谎，光线却默默呐喊着，让我陪你失眠。这个也是我觉得我看到第一集之后，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个地方。